新移民华语学习网，生活绘画，公司工作，第一课，找工作。语法练习，有字句，有字句可以表达邻友。一，有字句肯定是 A 加有加 B。 二，有字句否定是 A 加没有加 B。 一， A， 请问你们有工作职缺吗？ B， 有。二， A， 你有没有工作？ B， 没有。